到丰百年，稻麦乘船多源自广东，承先启后，发展至今，在前辈口口相传，教导晚辈后学至新规命，开坛阐教，弘扬道德。在集众之诚和努力耕耘之下，不觉间，道教在香港已渐成风气，居民道心日重。尤其回归之后，香港道教教团与国内道教祖庭和公关的道义日趋紧密，道务与交流频繁。香港道教联合会成立于1967年，旨在团结和联络本港道观教团，宣扬教义及组织宗教活动。道教经义相信敬天地，信鬼神，他的神仙信仰和修身哲学是人类文明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而道教科仪式沟通三界的道术，以达至天人合一。通过仪范和礼诵经本，与仙真神灵接触，祈求庇佑，赐福消灾，因此科仪斋教是宗教的首要。据历史的记载，古时的皇帝常见诏令起建金鹿道场。民国以后，直至近代，分别在北京白云观、癸酉1993年、斜县绵山大罗宫、新寺2001年前后起建罗天大大教，海外台湾指南宫也在戊寅年1998主办罗天大教和壬午年2002主办通天大教。眼观我中华民族两岸四德的道教团结和发展，香港道教联合会更敢发愤图强，尽玄门弟子之责，积极进取，弘扬教义，配合社会发展，道化民风，使居民守望相助，安居乐业，香港稳定繁荣。故此，道联理事会同盈发起起建罗天大教之想。二、斋教之要义。一般教典多称金鹿道场或黄鹿道场，据《唐元典》规定道教教纪，金鹿道场为天子之教，旨在调和阴阳，防止灾害，并祈求帝王龙寿。黄鹿道场旨在超度一切先祖亡灵、地府成魂。按全真于山派金鹿道场分类如下。教有三阶，一上阶上等为国王设教所用，普天大教凡居为3600分位，行仪49日夜。二上阶中等周天大教凡居为2400分位，行仪30日夜。三上阶下等罗天大教凡居为1200分位，行仪12日夜。当中罗天大教科仪和坛规均有定制，教仪以祈福祷寿为首要，清水荡会，开灯扬幡，上表发奏，起坛迎圣，诵经拜忏，早午晚朝、礼斗公天等等，都要依科宣奉，依仪行法。斋仪为副坛主事韩陵度王，拯救沉沦，及斋教之仪，承通三界，达至天清的宁，阴阳两立。更要恭请地方官员代表国家民族，上章宣议，祈求上苍赐福，数使风调雨顺，民康物富。三罗天教场的布局。道含三才，罗天是指大罗三仙境。礼斗经云：天一生水的六成形，东南西北上下称六合。今次罗天教场位于荃湾福地大帽山山路，相接圆玄学院后山，
可用占地约三十多万平方尺，另有极的相连，可做道场停车用。因此，全宜地方环境条件，建议罗天教场以兜坛为首，复以五方坛，结成六合坛，应天运大顺之术。而整个道场坐北向南，设两进牌楼做道场山门，分隔内坛和外坛，如下图：一合图，二图，一兜坛图，二斜线复建仪。教坛名称和供奉。甲内坛、六合坛的分布。乙上方兜坛三清殿，宣道演法教坛，主奉三清四御八位先真广东传统。一 A 诸神教坛或其古福石坛，主奉三十六天一千二百位尊神。二东方玉皇殿，坛恩赐福教坛，主奉玉皇。东方天地斜线天将，西方天地斜线天将。三南方天师殿，除病消灾教坛，主奉张道陵、葛、许、萨真人和三毛真君。四西方纯阳殿，赦罪解厄教坛，主奉吕祖、重阳、七真。五北方元辰殿，保命延寿教坛，主奉窦老、南辰北斗、六十太岁。六下方三官殿，护国佑民教坛，主奉天地水三官。一斋题，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消灾解厄、阴阳两利。祭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安定繁荣、社会和谐。太上金木罗天大教。丙法会牌楼外设左右翻灯，左翻灯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天尊权穹高上帝，右翻灯东极宫中太乙救苦天尊清玄九阳上帝。日间阳不翻，夜间树明灯，如图。丁外坛设置在第一进法会牌楼附件二之后，第二进教坛牌楼附件二之前。以右方设清玄炼度教坛，主奉太乙救苦天尊超见寒灵。二中央设灵官殿，降魔护法教坛，主奉王大天君、马、赵、温、岳元帅。三左方设三圣教坛，供奉释迦诸佛、儒家诸圣。道教在唐朝纯阳吕祖师敕封三教之师，思想存荣辱，是之矣。据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载，真人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净经》及《孝经》，云可以修正。重阳祖师教化弟子习儒门之《孝经》、佛教之《心经》，以作修行之科本，是以道义风同。基于香港历史，过往数十年，社会存在不同宗教，宗教之间本着和而不同的理念，服务社会，组织六宗教秘书处，和平共处，携手合作无间，缔造香港地方的宗教和谐。港道教联合会的成员组织团体会员包容和接受公关供奉儒释两教，这是存在的事实。综观上述原因，同门如能在共识之下，可以在外坛设诸佛列圣坛，方便佛儒两教参与共修善功。四经团组织，
宜都坛由道连会会属道观和道连金忏翻成坛，并邀请北京白云观和天师府金团配合。二、玉皇殿香港各道观成坛。三、元成殿北京白云观斜线武当紫霄观斜线香港各道观成坛。四、纯阳殿海外新加坡道教总会斜线台湾指南宫成坛。五、天师殿龙虎山天师府斜线上海白云观斜线城隍庙成坛。六、三官殿广东三元宫斜线紫云观斜线苏劳观斜线澳门道斜线广东元玄道观成坛。七、三圣教坛道联会会属佛如今团契认可慈善宗教团体。五、道场宣传介绍。各经坛坛外左边设电脑荧幕告示牌，介绍成坛经团背景资料、经坛名称意义、是日经忏名称、法事目的和祈求等等。六、法会旗帜。一、元成殿二十八星宿旗。二、都坛五月旗。三、法会牌楼门外五方青红黄白黑旗。四、法会各坛外罗天教旗、太极旗。七、结语。各位道联会众理事、公关主持、玄门大德，以上是道末在罗天教仪的出米场仪和秩序，未能尽善，更需时间考证和取经做修改，敬请诸君见谅和包涵。http://big5.china.com/cn/gate/